你怎么这么不爱你弟弟呢？啊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真的没有见面的必要。我特意过来找你，你就这么冷冰冰的？整整一个月零八天，你把我心都撩走了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腻了还是喜欢别人了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工作。喂，怎么又开房啊？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好，我中午过来。找有事儿吧，跟了一路了。哦，我进来说吧。请坐。你是哪床患者的家属啊？患者有什么不舒服？心里不舒服。病历给我看看。是我心里不舒服。你挂不上号才跟过来的吧？还有点时间，来，坐我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先生，我刚才看到一个渣男欺负一个小女孩，还脚踏两只船，所以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您觉得这个能治吗？不是，刚才那个治不了是吧？来，我帮你。听到声音了吗？是什么声音啊？心跳。是人的心跳吗？当然是。所以请记住，好好做一个人，不要辜负身上这身白大褂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那女孩我根本就不认识。杨飞，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